是来自 Roof Realty 特富房地产的尼克斯姚，从事房地产这个行业有22年。当初我是做 direct selling， 到处去卖直销产品。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，我遇见了我的贵人丹水罗。还记得当初他和我说，做销售要卖就卖最贵的产品，就像房子啊，或者是名车啊。就这样，我选择了房地产，并由我另外一位贵人破圈，他把我带入这个行业。还记得第一天我到当时的房地产公司上班，我就看到哇，公司颁奖给月季的 top sales， 哇，总值那时的 top sales 是16800块。当时初出茅庐的我看到房地产这个行业可以月入过万，很想赚钱，就这样我就进了房地产，就开启我的房地产人生。我是 Angel， 来自 The Roof Realty 特富房地产有限公司，已从事房地产行业12年。因为房地产机缘巧合下，我认识了我的先生，而也因为他，所以我加入了这个行业。在13年前，我就开创了我的房地产公司，当上了老板。那时也和暑假银行有一些合作关系，提供房子买家的贷款服务。当时就这样，我就认识了来自 Standard Chartered 的 Angel， 也就是我现任的太太，兼商业伙伴。在我还没认识 Nicholas 之前，我是一位在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的 Mortgage Banker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刚开始创业，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，也都经常聊起 property value 和产业的市场。因为共识和话题，他让我知道房地产无限的魅力，而我也被他的热忱感染，所以就这样开始了房地产行业。当时我还记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拼，一起工作到几乎每一天的凌晨3、4点，大部分晚餐时间都是在妈妈档度过。还记得我们唯一的目标真的是想把公司搞好，所以我们都先兼多职，不管从销售、管理、account、marketing， 我们都会亲力亲为。Angel 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，而我就较感性，对于理财方面真的不太敏感，所以当初我就交了一项我比较弱，但我又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给他，所有关 account 的工作就由他来管理。因为我知道公司的现金流非常的关键，所以每个支出都由他做最后的决定。有了他的管理，在这方面我是很放心。就这样，我们合作了到今天11年，也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，的决定是对的。他是位创新、大胆、有眼见、有格局的人。公司的很多事情，他大多数都先以未来决定策划，不是先以盈利为先。他所有的策划都属于大胆派，只要他想要做的，他都会 all in。和我公司的人往往会感到压力，Angel 也不例外。所以能公司到今天，我相信因为爱与支持吧。他总是负责完成我想完成的工作。我有问过他，其实你有梦想吗？他都只答我，我的梦想就是完成你的梦想。Angel 属于比较守规矩的人，他很注重 SOP 和数据，而这两样东西也是公司在做重要决定时需要衡量的点。相反的，我就真的比较看得没那么细节，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听取他的意见。很多时候 SOP 的遵从和数据的分析，也真的把公司慢慢的带向更稳健的发展。这方面我真的相信 Angel， 也感谢他的存在。就如尼克所说，我属于比较细节型的，很注重工作的 SOP 系统和数据，在工作上都很注重坦诚，可以做错但不可以隐瞒。
而他是属于比较人性化，凡事都很讲究沟通。房地产的被动收入模式是由他先开始的，刚开始时陪着他做 recruitment， 也看着他和领导分享，我还曾看过他无数次的被拒绝，甚至不被看好。数年后，当这模式在特富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，每位伙伴都能够赚取不错的被动收入，而同行市场接受和模拟他的生意模式，这也让我感到无比自豪。要说到和 Angel 发生冲突的情况，就真的其实不多。当然意见不合的时候肯定会有啦，但我们都到最后都会达到共识。比如说，就他给意见，做决定的还是我。我觉得一家公司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做决定的老板，那就可能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比如说，重要的决定该听谁的？毕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人，所以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我们会先沟通，沟通了一切就会更好了。大家负责的部门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达成共识就 OK， 并可以解决问题了。所以说，掌控权还是在于他，而我会给予适当的意见，让他做出更好的决定。在2015年时，我做了一个蛮大胆的决定，把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带到房地产界，主要是以被动收入式的利润分享。我想这应该是模式改变之后创业后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吧。在当时真的也取得了业绩翻倍的增长和成功。我觉得一家公司的企业的成功必须不断的创新和改变，这才可以永续经营，永续成长。团队里我觉得也必须建立起对的文化，因为文化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士气。就好像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，资源是会枯竭的，唯有文化生生不息。企业要达到生生不息，就应该有对的文化吧。让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公司的文化复制和传承，公司不断的创新和落实。送给在创业的你，莫忘初心，做深看远，勇于尝试，勇于失败。